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现在的宠物经过和人类长时间相处，都变得非常聪明，所以也让很多人都误以为它们是成精了。我们都知道，狗狗的智商非常高，而且还可以帮助主人做家务，或者是照看小宝宝。甚至有些高智商的狗狗还有一些特殊的技能，比如弹钢琴或者是唱歌。但是不仅狗狗聪明，就连下面的这只鸡也是非常厉害。这只宠物鸡弹钢琴的时候可不是乱弹的，它竟然可以用嘴巴啄出完整又美丽的歌曲，因此还被主人带去参加表演。评委们看到这一幕都傻眼了。如果是一些猫狗还可以接受，但是鸡的脑子这样小，也不知道是怎样训练的，简直就是母鸡中的战斗鸡啊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